密王鬼斧。哇操，这他妈是谁呀？这个在这里搞，这又是谁呢？啊，跑掉了咯。留个分身。哎，几个小逼崽子很会躲嘛。啊，看到了，我操，传送了，我日。去，哎呀，你直播这些怪怪的封底把我吓坏了，这吓坏了吗？哎，哈喽，死，好，啊，这不好意思，再见喽，再见 ，say goodbye 喽。我还没找到商店，等我找到商店，我就把玩死你们。商店，得找个商店。这边经常有人来，点数都被开了。这就搞不了了，兄弟，啊！
你跑不了，你跑不了的。哎呀，跑跑跑，跑有什么用？跑，在这边挂个分身，他们一过来我就传过来。嗯，在门口挂个分身。我去！这是谁啊？这是谁啊？包皮，再见。这又是谁呢？不行，我得去找商店才行。去找商店，被救了。被救了，老黄。快找人。看到了。这包皮也被救了吗？哎呀，包皮好厉害啊，包皮，你好棒棒哦。现在去守商店才行。小B跑挺快啊。我肯定打算救人，在这边封不住。哎呀，找不到商店啊，我得找商店才行。商店去买摄魂铃。要买摄魂铃啊。尼玛，救人。知道啊、哦！
是最后一个人，看我怎么逮你啊！包皮，你是最后一人哦，包皮，你很鸡贼吗？我的皮，你很皮哦。包皮，你是真的皮，我来追你了啊！直接买个透视道具，罗汉巾。哦，知道了。包皮，快跑哦！快跑啊，皮哦！再不跑，你要死了哦！圣火灵，喂！包皮来舔我的脚趾头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包皮，求我！啊，装逼不？还装逼不？啊，你还装不装逼？我就问你。你还装不装逼？嗯，你是觉得你自己飘了吧？啊，觉得自己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？啊，我的皮啊，来继续爬，你继续爬。哎、容嬷嬷，容嬷嬷扎法，哎，再见，全死。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啊！